今嘛是2022年2月3吼，礼拜四初三，这是迄、那个三角公园，好太多，搁加油站遮啦，瑞丰国小，一过电梯。啊，这即嘛起一个足大个停车场，停车好方便。啊，这公园拢老人，啊有诶拢伫遮，较早是，较早伫遮，因为有咧签牌，然后后来有搬走一站嘛。啊，即下都有开始看到，嘛是有咧，毕竟有咧签安尼，也是咧行去。